欢迎收睇轻铁风头，我是铁仔。现在轻铁主题影片呢都已经筹备当中了，其中 T-Lights Rail 呢就已经开始邀请一些铁人为嘉宾来谈下坐轻铁的心得，而另一方面呢 751P 呢都有些奇怪事。轻铁 751P 每逢下午到晚间那段时间呢都会加派其中一架列车来服务市民，不过呢大多数都是以单卡为主，不过竟然呢就派出一架拖卡来行 751P。 讲真啦， 751P 行单卡是常态，但是呢竟然派拖卡出来行这条线确实有点特别。不过想说的是 751P 在客量这么鬼少派单卡都是正常，但是你派拖卡呢就简直是多余。加上每逢一至五在下午那段繁忙时间 751P 都只会出一班，加上去到天日站之后都要腾出空间给751上落客，所以会暂时泊在三号月台落客先，之后等751离开了之后才再落回一号月台起载。所以 751P 的客量是少过751都是多数。轻铁 506P 在9月4号投入服务之后的一个月呢，车序412的特别班次呢已经都习惯了在天日站5号月台转706，再在天水围站转回 751P 去回天日，之后就终止服务。但是在上午和晚间那段时间都是派同一架车，就如星期四那天为例，1120原本是行412，行了一转 751P 回天日之后就转了回厂车。但是呢去到夜晚那段时间呢又是派同一架车，两段时间派同一架车一点都不出奇，但是 507P 那些呢就一些很特别咯。最特别的就是一至五呢 751P 多数都是派单卡行，但是呢其中一两次是用了拖卡行。在这个节目完结之前呢，早前是收到个 breaking news，轻铁哈尾村站附近就发生了两车碰撞的意外，后面的751是怀疑撞了去等紧灯的 751P 的列车上面，大部分的乘客都是轻伤，但是呢虽然就没有发现到事发经过，但是呢早前已经将涉事列车拖走。